秀水乡金陵社区长期以来拢无活动休困的所在，居民是争取了四年，总算是等到中央甲彰化县政府，也佮有秀水乡公所补助1000多万。今日正式开工动土，县长吴明国甲地方林树等等，嘛拢到现场来见证，希望工程会当如期来完工。秀水乡金陵社区活动中心十一号正式开工动土，彰化县长魏明国、甲立法委员王惠美、秀水乡长梁真祥等等的地方士绅，拢总来到现场见证，希望工程如期完工。啊，彰化县政府向内政部争取400万，啊，县政府嘛出400万，公所出224万，多啊1024万来起这个。村民的集会所。社区活动中心自1999年因为地权不得已要来拆掉，金陵社区长期欠一个休闲的场所。居民争取四冬，虽然落雨，居民嘛是真热情的参与。送计划书到今天就是有4年以上。哦，咱的原有社区哈、就是占着咱树林的土地哈，人树林的土地，有争议被法院判决要拆除掉。那是伫民国1999年的9月30号拆除，到今嘛，咱好不容易争取到这笔经费。地方士绅热情出席，拜拜祈求工地顺利，希望活动中心起好了后，提供民众一个活动空间以外，嘛会增加社区意识，提高生活品质。新彰化新闻蔡中清秀水采访报道。